旅行健心自己幸福江南。今天是5月18号，第二天，也是文殊菩萨的生日。这边呢，来到杭州的香积寺，这边为中考、高考的学生举行旗帜征服法会，可以看到很多的法师、师父，还有善男信女的民众，齐聚在整个香积寺的文殊殿。在左前方这边呢，看到的是香积寺的大雄宝殿，大雄宝殿的部分。正前方整个左文殊菩萨，右边是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。这边是整个灶神，整个无量茂应殿。旅行健心幸福江南，拜拜。